呢只船你話九億賣家咧？各位親愛嘅朋友，咁今夜不設防咧，又同各位見面啦。有禮不可廢，先自我介紹先。我係黃占，蔡林，繼續。今日咧好特別，今夜不設防以後呢13集咧，我哋除咗有時會請啲嘉賓、香港嘅知名人士上嚟同我哋傾偈之外咧，我哋呢13集咧就會走出去我哋嘅錄音室度，譬如好似今日咁咧，我哋就坐咗喺最近嚟咗香港嘅一隻世界上最豪華嘅遊艇啊 ，Trump Princess 上高咧係做呢、這個豪華著輪咧嚇，播映嘅點樣豪華法咧？何啟康，你介紹下。真係豪華到真係不能想像啊！是但你點樣想，你都想唔出可以人類可以窮奢極侈到咁樣嘅程度嘅啫。點樣窮奢極侈法啊？你譬如話佢，我哋而家天花板上面鋪嗰啲皮，係咪都係大笨象嘅皮嚟？係。你鋪任何皮都效果都一樣嘅嘛？做咩有咁貴嘅錢去鋪個大笨象皮呢？咁啊唔係喎，咁如果你又中意過癮，咁咪享受回轉一樣，你又摸唔到佢，你又碰唔到佢就過癮啫嘛。感覺就係話你話如果呢啲係大笨象皮嚟嘅，咁啊舒服啊，即係嘛？所以呢啲叫窮奢極侈啊嘛，就係你中國古代嘅帝王同埋西方嘅帝王點樣享受？而家我至明白，我真係未到呢隻船之前，完全不能想象一個人嘅呢個奢侈程度可以到咁樣嘅程度嘅。呢隻船咧就貴過我哋亞視嘅電視台嘅，因為咧亞視值幾多啊？佢而家現價話要賣九億啊嘛，九億係亞視六億買嘅，下六億就買入啦嘛。咁啊，佢嚟香港同埋嚟東南亞原因咧，就因為Mr. Trump 啦，就想買啊，揾買家。我認住佢玩玩下，係咯。好難。佢話唔係呢個係話$1,500,000啊嘛。佢話我做一隻係$2,000,000，兩億嘅美金嘅船。係。哦，呢啲仲唔夠豪華？唔夠豪華。佢鋪人皮要。或者我哋介紹下呢隻船先啦。嗱，呢隻船咧就282尺長啊。大約我想棟起有30層樓高，有冇30？冇三十幾層啊！即係大約係一個20或者30層樓打橫咁長啦。咁啊，等於一間即係喺水上面嘅酒店啦。係啊，嚇！佢又房十一間房嘅啫喎，佢房又多十一間房，但係咧就話每一間房咧好奇怪嘅，就係裏邊咧有一條暗道、密道可以走人噶，所以如果你老婆捉奸在床嘅話咧，打門啊，或衝入嚟啊，即刻開嗰個門啦，叫嗰個工人。嗰隻船係大西洋路，你叮叮叮叮嚟出奸啊！你嗰陣時嗰啲老婆可以坐直升機嚟㗎，有直升機，有 helipad 啊嘛。大佬啊，上得到呢隻船嘅人都唔好理啊，怕老婆㗎啦，因為有得你捉咯。咁先至奇怪喎，我哋覺得好多人好為人好怕老婆㗎，係啊，好怕老婆話以為你怕老婆啫。直升機就捉唔怕，轟炸機就捉就怕啫，炸成隻船啊！哦，唔緊要啊，呢度又軍火軍商人㗎，去呢度仲有反有火箭。仲有一樣喎，真係喎，嗱，譬如佢譬如浮咗喺公海咁咧，咁有海盜咁點咧？哦，呢度我諗佢哋都有啲秘密武器喺度㗎，唔知今日唔俾唔俾影？有幾多船員咧？真係我知道有38個船員。係啊，你咁招搖，真係招到海盜嚟，你頂嘅真係奇怪啫。咁啊，佢走得好快㗎。好快㗎！佢快過20海里，20海里唔係好快㗎，唔止㗎，全世界最快嘅一個遊艇之一㗎嚟。呢隻船有4層高啦，有幾架電梯添，有電梯啦，有 disco 啦，有電影院啦，咁即係總之咧，幾乎係包羅萬有噶啦，喺裏邊你想做乜嘢都得噶啦。咁啊，但係你做嘢都要有人一齊做噶嘛，梗係有人俾你做噶啦，就係招都招呼得你上嚟，唔通俾你一個人坐喺度，揾我哋兩個麻甩佬陪住你咩？真係。所以我哋淨係做節目先有上嚟啊！我哋靜下先，係嘛？冇咩，我哋靜下先都會揾個。當然有嘢俾你睇啊！你咁簡單，蔡生會安排噶啦，係咪啊？蔡生即係有機會做富翁咯。冇辦法。嗱，佢而家嗱，即係有呢只咁嘅遊艇咧，咁就好識享受啦。但係我唔知道，我都唔覺得有呢只遊艇係識享受喎，識浪費啫喎，個人真係。識浪費。真係浪費啲地氈都鋪筋嘅，你睇。學問嚟嘅喎，你識唔識得學？浪費係學問嚟㗎，真係浪費係都係學問嚟㗎嘛。
學問教唔係咁樣一朝一夕噶，叫你浪費你浪費下，就係有啲人浪費唔到噶。咁啊係，有啲人唔捨得浪費。唔係，我嗱佢而家呢個肯定係捨得浪費啦。真係捨得浪費得幾點嘅。好啦，我坐過呢只船，咁係咪嗰個樂趣係會加倍啊，或者乘三倍呢樣嘢咧？呢個睇個人性格嘅啫，就係老實話，有啲人坐喺度周身唔做曬添，我同你話，有啲好多個有錢佬坐喺呢度，覺得真係肉赤嘅就係咁浪費法。而且我想他賣回出來呢，我想他說那嘆過了，那怎麼嘆過又不會肥一點，又不會特別開心一點。快樂是一種自我的感覺來的嘛，跟其他所有的環境是完全無關的。剛才我看參觀這些客房真是漂亮到不得了，但是我打個譬如，跟工作人員打個譬如，我說這間客房給一個雞皮鶴髮70歲的老夫人陪著你睡，你一定是喜歡在一間夢那裡一個廿零歲的少爺陪住你瞓啫，你揀邊樣啫？好豪華噶，俾你一個老太婆，好鬥麗噶，俾你一個靚女，係啊，你揀邊啦？咁啊，如果嗰個雞皮鶴髮嗰人係我阿媽，我都唔介意同佢分晚。就係唔係你阿媽啦，真係分唔分你二婆啊？呢啲冇得講，呢個所有環境之類都不如實際上你生命嘅感受。即我記得嗰陣時，我有一個好崇拜嘅美國嘅作曲家啦。咁佢有一次生日咧，用咗30,000支蠟燭。咁啊，當時因為戰後冇幾耐啦，咁啊，所以美國個社會都仲係好窮啊。咁啊，啲人就鬧佢，話。好奢侈，一晚就用了30,000支蠟燭啊！咁當然比起呢啲嘅小巫見大巫都好緊要啊！但係佢就有一個咁嘅講法，咁佢話點解你唔咁樣睇啫？我用了30,000支蠟燭，就令到300個製蠟燭嘅工人有飯食啊！咁呢個係咪會即係令嗰啲即係船上面裝修嘅工人好有飯食？有道理㗎，有道理㗎，會唔會係咁樣咧？呢啲係社會繁榮嘅一個環節嚟㗎嘛？你冇咁多人浪費，點會？我嗰次只同一個好清高嘅藝術家去拗咯。我話如果冇揚州嘅盐商咁窮奢極侈，點解揚州百擺咁多藝術家出嚟啊？大佬，啲藝術家畫一幅畫，寫一幅字都有人買至得嘅，冇人買藝術家寫咩啊？呢樣嘢係好妙㗎，譬如講到浪費咧，咁就你知中國人啊，不嬲都唔中意人浪費㗎，又即係唔知幾千年都叫人節約。我就覺得啦嚇，即係叫人節約呢樣嘢咧，係窮佬先講。係啊，真係寒酸。係嘛，即係冇錢窮啦，即係好似而家中國咁啊，窮到不得了。咁啊節約咯，你唔節約咁點啫？嚇！但係其實咧，有過緊日子啦，有富裕日子過，邊個中意過緊日子？其實個富裕嘅社會係一個非常浪費嘅社會喎。浪費到極點啦！咁浪費啦，咁嗰啲因為有人使錢。咁嗰啲經濟，然後先越嚟越蓬勃噶嘛，係咪？又唔係？不過呢個問題好深奧啦。你如果認真講起上嚟，一個浪費嘅社會對於自然嘅生態就好唔好啦，係嘛？你嘥嘢啊嘛，係嘛？非常唔係，我就係話每一次咧，我都有一個原則嘅，所謂浪費。有時咧，我好大嘥嘅，我錢咁樣就係浪費得嚟快樂至緊要。係浪費得嚟快樂，同埋浪費得嚟咧，你可以有浪費嘅資格。好似比方話咧，浪費得起，浪費得起。我哋咧就大家已經係生活已經安穩啦。好似你哥哥係忘記得起。忽然間，我哋努力啲，努力啲。忽然間，我哋又賺咗一筆錢啦。呢筆錢係額外嘅。額外嘅。咁樣你可以將90%存起嚟。係，我唔。但係你10%咧，你一定用噶嘛？你連嗰10%都唔用嘅話。用嚟做，不呢？呢個個人性格啦。有人中意用20%，有人中意用80%，有人中意用曬，有人中意再借啲嚟用。所以借啲嚟用咧，就或者係我嘅原則上就唔啱啦。我就時時借啲嚟用嘅，當然。我都覺得借啲嚟用都冇乜所謂，咁啊變咗還啊嘛！我有借有還。但係你好似你攞曬你賺咗，忽然間賺咗100,000，你用10,000，哦10,000，你唔係今晚10,000，唔係嘥10,000，20,000你又嘥20,000，夠唔夠啊？10,000，比方講啦。但係咧，照計嗱，咁嗱，好啦，我哋頭先就聽過啦，你哋兩位就講話有浪費啦，即係似乎大家都鼓勵浪費啦。唔係鼓勵浪費，中意浪費浪費，唔中意浪費唔浪費。換轉個人決定，換轉個人識佢。有啲人浪費覺得係快樂，咁咪浪費咯。有啲人浪費覺得好痛苦嘅，點會浪費啫？我哋大家都知道香港某富翁坐飛機，永遠坐經濟位嘅，佢兩個仔坐喺前邊頭等。佢坐喺後邊，仲有好笑，我聽見有一位富翁，佢坐得佢唔舒服㗎，都係名人啦嚇，咁就
孤寒成性到咩程度咧？佢係請人食飯，咁啊啲朋友嚟啦，咁啊下晝開兩台麻雀，咁佢就將嗰啲味道啊，即係嗰啲炒飯啊，嗰啲味點雙輝啊，炒面咧，晏晝就食咗。佢費事你叫喺度伊麵一路打麻雀嘅時候，咁佢話嗱，我今晚請你食飯啦，好好餸啊，係嘛？咁你食完嗰幾個大菜已經夠啦，咁都有嘅喎。我都贊成呢啲，唔係我都贊成，我都贊成。但係有即係你個衰仔都係晏晝就整咗啲美味雙輝上嚟。我都贊成，我都贊成。呢個係叫做靈活調動。但係呢個問題又轉個話題啦。而家香港酒樓處嘅呢個擺請飲嘅習慣好壞，好壞嘅。你冇可能咁樣浪費食物嘅，真係至少浪費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啊！一位睇食落嚟，你如果去參加飲宴啊，呢個咁樣浪費食物係種罪過嚟嘅，真天地公榮辱萬物供俾你人食，你點可以咁浪費？全世界而家有三分之一嘅人根本都食唔飽，營養不良。所以我話去餐廳嗰度打包翻去，我好討厭浪費糧食，我打包，我打包嘅，可以打包嘅。我自己不嬲都有打包習慣。打包，你有打包習慣，我有打包習慣。呢個冇所謂㗎，伙計包起佢。係啊，翻去餵狗，唔係我自己食，咩翻去餵狗啊？真係。我哋一陣間再翻嚟傾下。有些人啊，好中意問人嘅，我係咪好蠢啊？我係咪好蠢啊？中意咁問人嘅人啊，真係好蠢嘅。各位觀眾，非常歡迎各位再翻嚟收睇我哋今日不設防。我哋咧又係呢個杜林公主（Drum Princess） 上高嘅一個非常豪華嘅客廳裏邊咧，係繼續同各位做呢個節目。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話，即係有呢度就係窮奢極侈啦，即係有啲富翁嚇啊，實在。好慳嘅啫喎，咁啊佢中意慳，嗰個喺好慳當中佢得到樂趣啊嘛，咁啊可以咁做嘅。中意慳嘅人冇人反對嘅，就係啊，連第二啲人嘅嘢都慳埋嗰度，好結果我覺得唔係幾公平啦。咁我好似自己慳，佢連佢老婆想嘥錢，佢都叫佢老婆慳；子女嘥錢，你又叫佢哋慳。個個人唔同噶嘛，你個個人都叫你同你一樣慳唔得噶。咁啊，子女就冇得走噶啦，老婆可以走噶嘛？點解唔走啫？就係揾個第二個唔慳噶咯。佢又玩玩嚟啦，唔一定噶，唔一定揾得到噶呢啲。好難，好難啊！你有咁多錢，你唔用啲啊？慳到離譜過呢種。老實話，你富翁都分東西方嘅，西方富翁你比較懂得享受啲。係唔係咧？東方嘅富翁，你喺香港。我早幾年，早七八年到啦，有個美籍日本人嚟香港推銷呢個巴哈馬群島當中嘅島仔啊。係最平嘅一個大約$2,000,000到就去買嘅島仔。香港咁多有錢佬啊，呢次發啦，點知佢喺富麗華酒店住咗兩個月，一隻都賣唔出。你而家私人嘅直升機同埋私人嘅飛機，好普通嘅交通工具嚟㗎。香港咁多富翁有冇人有先？有邊個有？潘定生咪有架直升機咯。哦，第一架直升機，私人飛機到而家都冇。我周時旅行撞到呢個超級富豪，同我一齊坐喺飛機度，我好滿足，差唔多嘅啫，大家都。講到請食飯嘅趣事，你哋兩位冇呢個有我咁嘅經驗啦。係你點？出版社老細請我食飯。當然想事業方面有所合作啦，兩公婆一齊嚟請埋其他幾個寫作朋友，係我間相熟嘅一間海鮮酒家。哇！一嚟個海鮮酒家，魏生有黃油蟹，黃油蟹當道咪兩個星期到啫嘛。我嗰個想話個出版社老細冇出聲，個老婆隔離話：，我哋唔要黃油蟹，唔要黃油蟹，我唔出聲啦。有條方利喎，啱食啊，六個人。方利啊！我哋唔要方利，有正式機會蝦。我哋唔要機會蝦又。咁你去請嗰、那個唔係請嗰個地方係呢啲食海鮮出名㗎嚇。OK， 我話伙計，你話同我開張台。頭先你講三樣嘢我都要，邊個中意食嘅跟我嚟，所有朋友咪跟我坐埋嗰個台咯。佢哋兩個冇坐喺嗰度。你又衰啲啊！今日呢叫忍無可忍嘛。後屘個老闆又過埋嚟，個老婆走鬼咗，真係餐飯都係佢，都係個出版社老細埋單。結果個生意當然傾唔成啦，就係、是。
你有個娶個咁樣嘅老婆，有個咁樣嘅老闆娘嘅，你出版社點同佢打交道啫？如果唔係就，但係我自己都唔係幾中意食嗰啲魚蝦蟹嗰啲喎。我寧願你而家唔中意食嘢，你中意煮嘢啫嘛，蔡蘭，你中意煮嘢同埋飲酒。我而家唔好話我踢爆你啊，大家三兄弟係嘛？你邊係中意食嘢啫？你淨係中意飲酒。佢中意煮嘢俾人食。佢中意食嘢，回轉自己唔食㗎。係各種各樣好嘢。蔡蘭係好奇怪嘅人嚟嘅，你自己唔中意食嘢㗎。你識食嘢，但唔中意。我而家最近咧，我有一個方法煮嘢食噶，我教你啦，好容易噶。用火煮啫嘛，唔係買只蟹翻嚟，買幾隻蟹啦，蟹咧就愛劏蟹咧就，你蟹咧就唔好俾佢死得太痛苦噶，一下俾佢死至得噶。哦，咁樣咧就喺蟹咧就大四隻手指嗰度嗰個窿咧，用只筷子一吉咧就死咗啦。係咩？係啊。呢度呢度呢呢個呢、這個呢、這個爪爪啊，佢叫爪，八隻爪啊嘛，蟹有八隻噶嘛，喺呢個窿嗰度咧，用個筷子咁樣一吉啦，佢就唔係幾喐噶，冇痛苦噶，滴咗落嚟啦，抹開個啊，整乾淨啦，整個鍋，整個鍋，整個燒到紅曬嗰個鍋，燒到紅曬，整呢啲西唔使咩唔油乜嘢都唔擠唔蒸落去，唔使擠落去。所有呢個蟹咧就一放喺呢個鍋嗰度，用個冚冚住。蟹有水噶嘛？有水噶嘛？一出咗嚟咧，就等到佢嗰啲水咧已經差唔多乾嘅時候咧，就攞一把粗鹽撒喺上高，冚住。鹽過蟹。咁樣咧，等一水一乾啦，你一攞出嚟啦，有啲窿窿地，有啲唔窿，咁樣攞出嚟已經香到暈。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就可以整啲豬油，流口水甜咋？唔鹹噶，唔鹹嘅，因為係焗啫嘛。係拎啲豬油，最緊要嘅豬油淋喺上高，哇！咁樣就攞嚟食，真係好食。係咪啊？又簡單又好食，又個個人識煮喎。咩蟹都得，咩蟹都得，蝦都可以，但係最緊要洗得乾淨啦。蝦點樣剁死佢咧？蟹啊，蟹去洗干净啦，好难洗噶。蟹洗干净啦，就系用把牙刷啦，咁样擦咁样搞落底下咁样擦。最中意食搞底下个，生晒最中意食搞底下个。喂，个蟹嘅卡拉底算喺边度先？我哋降噶，低噶，八隻卡拉底真系啱啱拆啦，真系。有時咧喺泰國嗰度食咧，有個鐵板喎，幾陣啊，好食啊，泰國蟹應該好食。喺蟹咧就攞嚟，真係用個牙刷擦個卡拉底，擦到乾乾淨淨，成隻蟹。咁一個鐵板喺度，成隻蟹咧就燒咯，放上去出嚟，放喺鐵板咁度行下行下，行到一半，嘎咁樣，好食噶，好食噶，鍋燒蟹，好食噶，鍋燒蟹，鍋燒過，鍋燒蟹。咁但係只蟹鍋燒好好食噶，不過但係殘忍啲，殘忍啲。咁啊，蟹又冇痛覺嘅，冷血動物嚟噶嘛？有噶有。佢冇神經系統嘅？應該有噶。都痛嘅啩，痛嘅感。佢都會抽筋下，抽筋下嗰啲又痛。關鍵佢唔識叫啊！係咁又唔得嘅，不過所以其實人係好殘忍嘅啫，我覺得。人殘忍嘅，嗰啲人咁樣成。嗰動物天生麻麻係俾你一殺死佢之後先至食啊嘛，味道冇咁好喎，係咩？要活燒先至好食，真係好嘅。你食唔食死魚先啦？真係。唔係咁你臨煮嘅時候先湯啊嘛。咁 A 樣嘅啫，嗱咁你即係嗰陣時話食鴨掌要。又是個燙嘅鐵板在上高，但係鵝掌咁樣，等啲鵝咁樣，然後咁斬落嚟，行下行，係咯，咁又係。我諗住係好食嘅，不過真係。我唔覺得咩，殘忍啊！你佢痛唔痛？你殺咗佢一樣生命冇噶嘛？你點知佢有痛苦啫？或者佢冇痛苦？你唔知佢嘅感覺點樣樣噶嘛？而家科學家研究就話冷血動物完全冇痛覺嘅，冇痛㗎。咁我哋當佢唔痛啦。咁佢我又唔信啊！嗱，你斬咗只蟹槓。未死噶嘛？哇！我見佢周台走啊，大佬！你唔爭佢都收得走啦，咁快啊！咁又唔係嘅，大佬，即係呢樣嘢，我係呢個係心嘅問題，即係話可能係同啲闊佬話孤寒唔孤寒一樣，即係我自己食咧，我就唔安樂啦。冇錯，真係。係嘛？嗱，仲有啊，譬如好似活殺龍蝦咧，龍蝦就咁sashimi啦嚇。龍蝦你要篤放尿先嘅，要係篤啊，又係篤。我咧就試過喺台灣食過第一次，好耐啦。頭喐噶嘛，個頭仲喺度喐，佢仲叫啊！個龍蝦仲叫嘅，龍蝦會叫噶。你有冇搞錯啊？吱吱聲咧，有啦。真係叫啊！叫啊！佢係呼吸嗰陣時，
佢係透氣嗰陣時嗰啲水泡嗰啲聲。我唔理佢咩聲啊，總之我心裏邊就仍然叫嗰餐飯我食得辛苦啦。我又好中意食龍蝦，又覺得啲肉好靚，但係嗰個頭咧就喺度喐，哇死擺！哇幾難幾難。你中國人吃魚丁都不及日本人，日本人今天捉上來就倒批了，批完之後放下去那種油水的，他吃魚生的嘛，一條魚捉上來倒批，批他背脊肉放下去，那條魚骨還在油水，魚骨還在油水，是啊，是啊，脊椎動物來的嘛，魚骨不斷去油水的，我們在那裡釣魚的時候，看到人家那些日本人拿一條魚，這裡吃下反過嚟嗰度食下，掉落海咁樣從遊走啊！時尚工咁啊，新鮮咩就海鮮，呢個先叫海鮮。問你貨未啫？我頂唔住。問你貨未？呢樣嘢我頂唔住。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算係窮奢極侈，都唔算窮奢極侈。咁啊，中意咁啊，我仲西省喺西貢食八爪魚，八爪魚要酥。是黐住，係人都仲記得阿蔡生話嗰啲八爪魚酥啊！阿志偉最記得。有一個嗰啲搶蝦，搶蝦就食生噶啦，食生噶啦。搶蝦咧，我可以食咗以後用一個碟咁樣排一排嘅，咁樣冚唪喐噶，但係裏邊冚嗰啲肉冚唪俾我啜曬，即係成，我即係掹個頭喺度喐，唔係成個身啊，因為搶蝦你捉住啦，咁樣你撳住佢呢度，咁樣掂下醬啦。咁你搶蝦個樣唔係咁樣彎噶，你用你嘅牙啦，咁樣咬一啜，嗰啲肉已經啜咗入嚟啦。咁樣成隻咧透明噶，成隻都喺度，你放喺度啦，佢仲喐緊。今日佢人好，人哋成日唔掠骨，佢食蝦掠殼，都算唔話得啦。唔係，我諗咧嗰啲蝦咧，通通料。嗰啲蝦俾我哋呢啲識食嘅人食啦，佢都幸福啲啊嘛。係啊，呢個一生人啊，所以啊，一生做蝦可以俾一個識得食嘅人享受。所以好多女性同我話，問你服唔服？識得菜難我都算，我哋有福啦。呢樣我唔知啊，大佬要問問先得。係啊，好多識得菜。不如下一個節目請佢哋上嚟問。請靚女，請靚女。各位親愛的觀眾，非常歡迎各位又翻返嚟我哋今日嘅不設防啦。咁今日咧就蔡生醒我哋啦，帶咗個日本非常出名嘅寫真明星工藤同小姐，你介紹佢日本名啦。Stomi san， Stomi， 你好。係。同即係佢隻眼真係好靚嘅喎 Stomi， Stomi 嘅同係一個木字邊一個小同嘅同。係咯係咯。眼孔嘅意思。係咪佢改？佢改呢個名係咪因為佢眼靚？咩噶 OK 噶啦，到邊都咩都得。喂，我想問個好唔禮貌嘅問題啦。照計日本人同我哋大家都係屬於黃種人，冇可能天生眼咁大嘅。阿龍，中國人でも日本人でもアジアの人でしょ。なんかそんなに目が大きくなるはずはない。どっか目してる？冇啊！佢講冇揾到啊！天生咁大，天生有人眼細有人眼大嘅魏生，你唔好因為你自己眼細，你又認為全世界人都會眼細嘅。黃種人能眼大到咁樣，你話俾佢聽，你魏生眼好細嘅，你望下。咁你做啊？仔細㗎。阿先生，比較啲。好似日本啲漫畫啲少女公仔，係嗰啲眼，就係因為日本人眼細，所以漫畫公仔個個都大嘅啫。睇個日本公仔眼大啲，因為日本個個都眼細噶嘛，所以啲公仔眼就大啦。有道理。日本啲畫面係咩嘅？仔細噶啦，得噶啦，漫畫啲話好奇怪啲啦。佢仲有一樣啊，即係有一樣，我覺得日本人咧就好好嘅，佢哋咧似乎嗱，佢又有嗰啲風女啦。係嘛，男女同浴啦，同埋佢哋覺得即係除衫唔係一回事，呢樣嘢我覺得係呢個好好嘅事。咁佢自己係咪受到呢個風氣影響，完全唔介意寫真呢樣嘢？啊，日本人は混浴するのがあるでしょ、一緒にお風呂入るのが。
だからだからこそはヌートンになって写真撮ってもらっても恥ずかしくない？そのこと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けど。係講唔係因為係同共，唔係因為係同欲嘅關係。嗯。因為咩關係咧？やっぱり私でも婚欲は恥ずかしいです。係講如果同欲，佢都覺得幾醜下嘅。係咩？嗯。哦，點解咧？佢而家。どうして？やっぱりあの仕事でもあるし、それにあの他にやっぱり日本でも大きな女優さんでも脱いでる方はいっぱいいらっしゃるんで、仕事として考えてるんで恥ずかしくて。冇乜理由嘅。係講完全為咗工作噶。啊，完全為咗工作。工作咧需要嘅話咧，就係隨身冇問題。哦，呢個日本民族。呢個佢話日本嘅最大明星松本幸子咩，個個都隨身嘅，冇咩所謂。係係。呢啲有時唔係工作需要。點解男女同欲？日本就以前好興噶，係咪因為佢係新一代，所以而家佢覺得會有啲？昔は婚欲は大丈夫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なた若いから恥ずかしく思う？そうですね。若いから？做個新一代應該更加開放啊嘛，冇理由抗拒嘅。佢講係啊，一定係因為係年輕嘅關係，所以。怕醜，如果是老太婆的時候，邊個都歡迎參觀。但係係唔係呢個男女同欲嘅關嘅習慣已經喺日本冇咗咧？もうこの欲の習慣はなくなってるでしょ。そうですね。もう冇咗啦。冇咗啦。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咧？もうじゃどうして？どうしてなくなった？どうしてでしょう。分からないですけど、やっぱり知道了。忽然間，我好似話佢哋唔知啫。忽然間冇咗，突然間なくなった。佢覺得呢樣嘢啱唔啱咧？咁樣。あまり会っても入る人がいなくなった。有都冇人去沖涼啦。就算有呢啲地方都唔好玩咯。佢靚女係咪？佢係咪都擺破佢男？佢有冇試過咧？やったことあります？一度だけ。一度，一次。佢感覺係點啊？一直都是，都有感覺。今年のお正月、正月にあの家族で旅行行きまして、であのそういうつもり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のお風呂に入ってましたら露天風呂だったんですけど、男の方が入ってらっしゃって真っ赤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上がるに上がれなくて。嗰呢次就係新年日本新年，佢同佢哋屋企嘅人一齊去到一個露天噶。露天好多地方露天嘅，咁啊唔係一齊沖涼咯，都冇乜嘢。但係其他人一行入嚟咧，就覺得有啲唔好意思。有啲唔好意思。佢好細個啫，嗰陣時。嗰陣時佢唔係今年啊！今年啊！今年你先知啊！佢今年幾歲啊？問。今年幾歲？今年で二十歳です。二十歲。我今年先試過，咁二十歲應該即係有少尷尬。成人但係二十歲咧，成人啊！成人啊！二十歲就成人啦，18歲咪成人。嗯嗯嗯。喂，你自己嗰陣時留學日本嘅時候，聽見話有好多男女同欲嘅故仔嘅喎。你過嚟超哥嗰個就係講咩啊？呢個有冇講過啊？冇，你快啲講。男女同欲故仔古怪到離譜嘅啫。我哋咧就去到日本，就係話好啦。啱啱去嗰陣時啊，嗰陣時好年輕，就話一定男女同遊啦，一定去睇下啦。咁樣好啊，就去北海道嗰度有一間嘢。一行入去咧，男有一個門口，女有一個門口。一入到去咧，就係一個池。咁樣嚟啦，啊，我哋兩個，我同我朋友兩個，咁樣睺下啦，喺嗰度浸，好耐好耐咧。都冇人入嚟，到最後咧就行皮都甩埋，真到皮都甩。行幾個老太婆入嚟，咁又冇嗰樣死啦！我朋友又好聰明，我朋友話唔使驚唔使驚，嗱呢間係酒店嚟嘅，酒店有都好多女侍應啦，佢哋12點放工啊嘛，放完工一定嚟沖涼啊嘛，嗰陣時我哋再嚟睺，我諗下又係喎，咁樣就同佢上去啦。到12點，我哋又上嚟，又衝過，一等好耐，一行入嚟又係先係幾十個老太婆，我撐嚟走啦！我以為冇得，我以為驅風啊，影真，我以為已經係冇希望嘅時候咧，忽然間我聽到少女嘅聲，唔止一個少女喎，一群少女喎。哇！依家嘢啊，咁樣一齊行入嚟，哇！一個門一行入嚟，原來係一團女學生畢業旅行，17、18歲噶，
一群行入嚟，正啊！哦，幾靚，一群都行入嚟，冇著衫，睇住我哋兩個，你咁樣指住住，哇！我哋即刻用嗰個毛巾咁樣揞住，唔俾佢睇啊！水咁清噶嘛，睇得到噶嘛，你係睇到噶，睇到。咁啦，仲有一個咧，就係話有佢哋有公共浴池啊嘛。公共浴池咧，一入去咧都係一入去好奇怪嘅。我第一次去咧，一睇佢嘅公共浴室啊，我哋都屋企都冇沖涼房嘅浴室，一睇喺度嗰度，一睇寫一個大字，好大嘅字，叫做湯。嗯，湯點解又湯嚟㗎？湯就係湯。原來湯係日本文係滾水嘅熱水，熱水嘅意思。歸以前都係啦，我哋湯啊。咁樣寫字男湯，女湯。咁啊，我係男湯男人啊嘛，我行入去一個一個格有除衫啦，除咗成隻腳，一行入去個個話我睇到一個水池，即刻跳落去啦，個個喺度浸住，我都跳落去，一跳落去咧即刻彈翻上嚟，哇！熱足啊，滾到成身都係啊，燙傷咁啊！我講係啦，如果係站喺度五分鐘，一直變成湯啊，冷湯，人冷人湯。你看那葫蘆 soup 都開得了，又對，湯面都湯得上，好多個湯。中華料理啊，你中華湯，鮮辣湯，新加坡料理。哎，好，陣間先請你上工，湯，再湯一湯。我呢啲 soup 啊，都夠啦。哇！佢就係拍嗰個《聊齋》空口黐毛嗰個嘛，《聊齋》嚇嚇，係嘛？廖西施又即係嗰個呢戲劇啊，出到係啊，但係點解空口有黐毛啫？就係因為得人驚啫。都係嗰個呢劇啊，係啊，史蒂芬。映画見下。哦，就係導演。唔係，因為係嗰個角色係佢哋係一隻狐狸嚟噶，狐狸咧就慢慢變翻狐狸，所以呢度慢慢變。哦，狐狸精嚟嘅，原來係。狐狸精嚟嘅。喂，咁佢覺得即係你，因為香港嘅檢查制度啊，即係比起日本嚟講係應該點？即係日本の到香港映画の差別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にやってることは大胆ですかそれとも。あ、撮影の中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か。じゃあ肌見せる。あ、肌見せるんですか。私の手のひら見せるのと一緒ですね。うん。佢講話喺呢度拍戲嗰啲鏡頭啦，好似係去攞隻手俾人哋拍咁。喂，小兒科啊，張生，小兒科都。通常咧，我哋一聽見人哋話梵文，我哋就諗起佛經嘅。其實梵文啊，有好多愛情詩咧，非常之精彩嘅。好似呢一句咁，當你別離時，叮咛記住你，但我憶君心，早已隨君去。我哋分別嘅時候，你叫我記住你，但我記住你個心都跟咗你去啦。點記呢？又非常之優美，又好世界仔，因為，哦，你走咗之後，記都唔記你啦。嗰日我喺台慶嗰度啦，佢哋話表演一個氣功，其實都唔係咩氣功嚟噶，都係我諗係一個人嘅磁場嘅問題。咁啊，佢哋有好多朋友話叫我再解釋一下俾佢哋知道，因為嗰日時間太充足，我就咁今日借呢個機會解釋一下。嗱，你攞一張紙啦，普通咩紙都得，咁樣摺一摺啦，放喺度啦。咁啊，你將你嘅右手放喺你嘅左手呢個腦啦。呢邊有一條脈啦，嗰個跳下呢度啦，你摸下啦，咁樣你摸咗，你對住呢張紙咧就噴氣就得噶啦。普通啦，你咁樣點噴啦都唔喐噶，但係你一摸咗以後，你睇下喐噶啦。嗱，再試過一次，邊個都得噶，但係你呢邊又唔得喎，好奇怪喎，呢邊又唔得喎，呢邊又唔得喎，呢邊又得喎。個個人都得㗎，呢個咧，我諗細蚊仔都可以學㗎，冇壞㗎。好多玩意教啊，叫細蚊仔唔好學。嗱，呢啲細蚊仔學，我又鼓勵女性可以學多啲㗎，因為如果學得好到家嘅時候，
你嘅先生或者瞓唔醒嘅時候，你都可以用呢個方法俾佢瞓醒下。各位朋友，又翻翻嚟今夜不設防嗰度啦。今晚咧，我哋就喺呢個 Trump Princess 上高啊個甲板啊，係再同各位啊請埋日本嘅寫真女星宮崎宮藤同啊，宮藤同啊，先生，喂，係老公，係實在女人嘅身體，你覺得點樣先算靚？女人身體靚唔靚好主觀嘅啫，就係而且大多數情形之下都跟時代風氣嘅，好似唐朝嗰陣時，大家都中意肥婆嘅。啊！歐洲肥到係啊，肥到真係醜樣到死，佢都中意啊！但係而家你哋又中意苗條啦。不過我始終認為有一個普遍嘅唔係中意苗條嘛，中意大係嘛？仲我覺得 大胸，我覺得大冇用嘅，要挺之有用。係咩？挺緊要過大，挺緊要過大。啊！蔡澜點靚身材點靚嘅女人啦，如果坐得唔好嘅時候啦。我睇過好多好靚嘅女人，身材好到不得了喎，但係佢一坐啦，嗰啲肚嗰度啦都有幾條痕㗎。如果坐得唔好就唔好㗎啦。你唔係嘛？有啲著住衫，你點睇到人有冇痕先得㗎？唔係，我話冇著衫嘅時候。但係所以所有嘅女人咧，就係我就算點啦，我覺得女人同我哋男人一齊啦，佢有應該有自覺㗎，唔好成個劈喺度。有幾條痕喺度啊！坐下坐喺度啊！呢樣嘢啊唔公道啊！你男人有邊幾個身材好睇嘅先？個個坐喺度，哇！好冤賤真係。係嘛？男人唔好睇係應該㗎。哦，哇！各位啊，大家知道邊個大男人主義啊？而家全世界。你問啊，功能同佢認為女人身體點樣先叫好睇？女人はどうやって綺麗に見せられる？どういうのがいい綺麗だと思う？おっぱいが大きいそれとも何？どこが一番綺麗オーナー？どうだろう。足とかウエストが細いとか。佢講都係應該瘦嘅地方瘦些少咯，瘦嘅腳啊，應該細啲嘅地方細啲咯。我覺得女人腰瘦係好緊要嘅。好緊要，好緊要，好緊要嚇。不過呢個體型都係好難講啊！啲即係情投意合嗰陣時啊，頂都靚嘅。咁啊！情人眼嚟出西施嘛，你情唔投意唔下嗰陣時，係啊靚有咩用啫？佢當你死㗎，你咁你仲有你當兵三年，其實都係情人眼嚟出西施嘅喎。咁講唔係你好難講，呢個好個人趣味嘅。譬如話有啲人話自己矮嘅男人就中意高嘅女仔，係我呢個死咗嘅朋友古龍就係㗎，個個女仔都真係成五尺十寸，成六尺高。但係我自己有矮嘅男人，我又好怕高嘅女人嘅，好奇怪。高過我哋，我見到好驚嘅啫。唔係你中意矮嘅女人？我中意矮女人。你咧？我中意高嘅女人。我都中意高嘅女人。矮嘅女人。如果唔係啦，好似真係有時好似放喺佢哋嘅膊頭嘅感覺喎。咩？放喺佢哋膊頭？太矮咪放膊頭？太矮嘅女人有少少依人嘅感覺噶嘛？你睇女仔，你睇邊度先？睇面先咯。睇面先。睇皮膚先。どこから見るの？女は、顔から見る彼は。睇面同睇皮膚咯。我都係睇面。我中意睇女仔嘅眼，你其他地方你睇唔到嘅嘛？你睇到只有面俾你睇到嘛？你其他地方都想睇。若講個外形加上自己嘅想像都差唔多，而且睇女人你唔加自己想像唔好睇㗎，好難好㗎。我想我就話到你話就係呢啲個，一啲個實體睇到，但係你想像啊，分分鐘撞板嘅啫。係嘛？當然啦，就係我應該睇得到嘅地方我就睇㗎啦。你問佢睇男仔睇邊度先？我都講咯，所以先見到個你咩你自己咯。一番最初女の人が？あなた、あなた。私が？台北の市内ですか？どこだろう？小さい、小さい。小さい、小さい。好細、好細。唔係，喺邊度先？咁佢睇。外見ではあんまり判断しないですから。唔係，一定睇外表咯。咁睇邊度啫？真係。それ中を見ましょう。都係睇裏邊啦，裏邊睇唔到噶嘛，陣間先睇到嘅地方啊，有排先睇到噶嘛，真係慘。都係睇外，所以人嘅外在美好緊要嘅。你人同人之間，但係接觸第一眼嘅印象一定係外在美嘛。我覺得你成個科學怪人咁樣，都已經走夾唔透啦。我唔係啊，你講成灰安嗰啲，成灰安樣子唔醜樣噶，好得意噶。係啊，而家睇到好似好嘛，開始好驚噶嘛。好啊，詹叔，我覺得而家啲人咧係睇大胸有少少係受美國人，譬如好似《花花公子》雜誌啊嗰啲咁嘅影響。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個個人都唔俾人哋睇胸，
所以咧就好錫咗錫肉錫肉咁樣，所以就珍奇咯。呢啲普通好大嗰啲喺外國嗰度嘢，冇人身體嚟嘅嘛，有咩出奇啫？手可以俾人睇，點解胸唔可以俾人睇？而家佢冇去著啲件衫啦，我哋睇啦。如果佢喺外國嗰度冇著衫，我哋都唔睇噶。係啊，阿德啊，我哋知道噶啦，見到啦。啊，全部下得噶啦，面都係有毛。譬如嗱，去康城咁樣嚇，即係佢哋叫康城啲沙灘，佢都冇人睇添啊！真係，即係完全個個男都攞，你真係你初初嗰分鐘睇咧，覺得好嘅。我初初喺度食飯，哇！喺隔離就係，即係佢喺沙灘度有啲餐廳喺度食飯咁睇。睇下睇乜鬼啊！睇住件牛扒好過啦，牛扒有得食噶嘛，咁咪冇得食。全街都係，咁啊仲好笑！一行出嚟咧，撞到阿 Teddy Robin 同埋阿黃百鳴兩個睇到咁，我問下佢好唔好睇啫嘛，即係好似俾我捉奸在床咁樣嘅。真係真奇啲噶！如果咁樣咁些少嘢啦，而家我哋已經好多人喺企喺度，我哋睇緊㗎啦。佢唔係睇佢就睇我哋嘅。係咪啊？你都幾有自信，你好有自信，呢樣幾好。呢樣好，你勝在自信。我又冇自信點得啊？翻屋企潑臭仔啦，仲坐喺度。咁係又真嘅。我自己就試過有次啦，嗰陣時好耐啊，好耐好耐。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睇人都好啦，要加啲幻想先得嘅。所以情投意合實就加埋自己幻想。我係 story 嘅，嗰次啊，收咗錢嚟到南面，係嘛？你係即係我咁，你睇佢幻想話除曬衫啊，或者幻想。喂，唔係喎，我好中意佢嘅面喎，我覺得佢面好靚。係啊，唔使除衫都得啦，好有青春味道啊！我覺得麻麻地啫，係咩？我覺得佢面好好啊！嗱，我嗰陣時，我哋喺宿舍度住，咁啊，忽然之間有個人咧，就即係喺嗰啲咩天文學會啊，咁啊拎咗個鏡嚟，咁啊望落去啦，係嘛？咁望成望幾日都望唔到啦，有人哇見到有個人沖涼。好遠啊！喺西環嗰度，我哋嗰陣時喺薄扶林啊嘛，一望落去下低，哇！有嘢啦，有嘢啦！一見到，有你會見到個屁股，即係啱啱喺個窗度望到裝到就，哇！好正好正，一擰住面，然後全部講粗口，原來男人嚟嘅，但係望到個屁股嘅就唔知道個男人咧，因為自己有幻想，話以為有啲咩正嘢睇啊，啲幾惡居啊，真係冚唪唥要加幻想先好嘅，我都覺得屁股唔分男女㗎嘛，唔係就係咯，我望喺後面。知啊嘛，哇！正嘢好 Jackson 啦，係嘛？啲鬼 Jack 鬼咩？你知唔知？全部走人啦，即係咁樣，一定要加幻想先得。我覺得睇人咩係，有佢離遠睇，更加要加幻想。離近得唔使啦，真係。嘥氣啊！任何人有講嘢都唔會買呢隻船，我至少要二十一次買啊嘛！你唔係買咗食咩啊？嚇？唔係啊！而家一。保養是一年大約是佢話保養五百萬美金，五百萬美金喎嚇，五萬都4000萬喎嚇，夠食啦，我唔愛睇船啦，我寧願睇女人。係喎，點咧？你想點？因為我唔知啦，求好啲困就，我哋掟佢落水啊！掟啊！邊個鋪頭邊個鋪腳先啊？掟！鋪頭冇腳。邊個扎頭髮？還是喐手啦！我哋手喺袋。係。